不是，你怎么了？我姨父不让我娶你。哎呀，看来你姨父还是个明事理的人，知道我们俩不合适。你笑个屁呀！我姨父他自己想娶你。不是，你们山寨没一个正常人了是吗？昨天你娶我，今天他娶我，简直无耻下流，把我当什么了？你以为我想啊？啊，还不怪你。要不是你父母把你生这么美，你以为我会这么喜欢你啊？嗯，我谢谢你啊，你还夸我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不行，我就去死吧，我只有死了才能了断了。我死，哎，我死。死了吧，大家一起死，这样我还省心了呢。哼，我不死。那怎么办？要不你演个傻子吧？啊？不！哎呀，走开，离我远点。那你说怎么办嘛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小时候用过一种草药，我只要把它浸水往身上一涂，我就浑身起红疹子，特别吓人。真的假的？那么厉害？真的。那草药叫什么名？叫炎黄连。我不知道，没文化。贵吗？嗯。再贵我也要上药房给你买去。实在买不到，我上刀山下火海，跳悬崖也给你找到，行不行？小丸子，你最近和梅三少关系怎么样？那些都不重要。嗯，我怀疑梅三少能看到。能看到？这当然也只是怀疑，如果能确定的话，咱们也早有准备，不是？放心，我已经找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知道梅三少有洁癖，我还知道他最害怕什么东西。石青，青山横北郭白水，绕东城。郡主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照顾你啊。不必了，这里有伺候就好。伺候你先出去吧，我有话单独跟少爷说。少爷，书给你放这儿，放这儿来。石青啊，这个呢是我专门找人求的治眼睛的偏方，据说可以把你眼周的经络都给打通，使失明之人恢复视力。我来给你试一试吧。真不好意思啊，浪费你这一番心血了。没事。哎，石青啊，这个据说多按摩按摩手臂，对恢复视力也有帮助。去给你换一副新药。我昨天试过，
这梅三少是真的看不见，那蜘蛛在他身上爬呀爬，都快爬到他脖子上了，他愣是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这也算是个好消息吧。秋华，你那边呢？没有逮听到郡主的消息，蓬莱斗方那边也没有逮听到何老弟的消息。那我没嫁到身上，他们不会把我爹给杀了吧？不会的，赌场不会这么干的。小丸子，你也不要太担心了，你爹会没事的。